需要你们请到收。大家赞，大家好。刚刚在讲徐永明的时候，声音太小了啦，哈、哦。好、哦，有没有谁啊？徐永明。太小声了啦。安尼有看大话新闻不？你有看不？今天很高兴来这里，哈、哦。其实我也是渔彦的选民呐、啊，可是我是住在民生东路那一边，松山区啊。可是哦，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就觉得哦，中山区这边很吵啦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来听简于晏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来听简于晏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只要于晏哦，中山区我们要赢，对不对？松山区要打拼，对不对？只要这样，于晏就当选了，对不对？今天要帮于晏加油之前哦，我要跟各位讲一下，于美美。哎、欸，美美啊，于美美也是立委候选人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你们知不知道于美美是立委候选人啊？不分区第几名啊？各位，于美美如果能当选，蔡英文就当选，对不对？简于晏就当选，对不对？所以给于美美加油，好不好？于美美。于美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到很多场合都看美美哦，在帮很多候选人帮忙，我觉得很感动啊。其实不要忘记啊，美美也是立委候选人啊，她有没有可能去当立委？有没有？只要蔡英文当选啊，很多不分区可能要入阁当部长啊。可是更重要，票数如果多的话，于美美会当选。所以各位啊。票很重要啊，我们可以把很多优秀人推进去，对不对？今天我来这边哦，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些事情啊。有很多人都跟我讲说，罗淑蕾常常上大话新闻啊，有没有？罗淑蕾有没有上大话新闻？各位啊，常常有call in观众讲说，有啊，罗淑蕾有上你们大话新闻啊。郑红仪都要敲桌子说没有啦，他没有上过大话新闻哦。各位，我跟各位澄清，罗淑蕾没有上过大话新闻哦，搞得很多人都说罗淑蕾是绿的啦。罗淑蕾是绿的吗？罗淑蕾是绿的吗？蓝的、哦，我看也不是啊。他是蓝的吗？他是蓝的吗？最近我看到他很多看板在松山区啊，各位有没有看过？他的看板哦，都四层楼高了，在那个机场那个隧道旁边哦，本来是一面呐、啊，后来两面、三面、四面。我开车去上学的时候，去上课教书的时候，我想说这是不是样品屋啊？是样品屋吗？不是啊，是他的看板啊。因为他太怎样，太有钱了啦，他的看板哦，大概比简玉的看板大两倍啦。各位，他是蓝的吗？他是绿的吗？他不是绿的，他是蓝的吗？我也怀疑，他是橘色的嘛？他是不是橘色的？他的看板哦，吴敦义站左边啦、啊、马英九站右边啦、啊我觉得缺一个人呐、啊，缺谁？宋楚瑜要站中间，对不 对？所以各位，我跟各位推荐一瓶水啦。有没有喝过这个水？有吗？啊，你带水来的吗？你带水来的吗？各位，这个水哦，听说在淡水林口很流行呐、啊。哦，这个水叫中成水啦。各位有没有喝过？哦，跟各位介绍一下哦。这个是何伯文推出来的中成水啦，这个水哦可以饮用，很干净。可是哦，在 motel 里面不能卖啦，哦，在 motel 不能用，因为它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中成水啦。哦，我今天不是来帮何伯文助选的，我是来帮简于晏。哦，可是我觉得这瓶水这边也适用，对不对？这边适不适用？罗淑蕾到底是蓝的啦？还是橘色的呢？还是绿色的呢？
各位，我跟各位讲啊，上三立不是代表就绿色的啦。陈明义也常上三立，对不对？他是蓝色的吗？是吗？我很怀疑啊。我听说他最近开始穿起粉红色啦，跟简玉燕那个粉红色一样啦。各位，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候选人很神秘呀、啊，我们的罗淑蕾很神秘呀、啊，还不要讲清楚？当选立委以后，他是国民党的还是亲民党的？啊，他是哪一党的？各位，因为我住在松山区啊，很多都是眷村改建的，蓝城一片呐、啊，很多都是老将军呐、啊。他每次问到我都说，啊，听说罗淑蕾是民进党的，我说没有啦，上大三立哦，上三立也不是代表就是民进党的啦。那他听说他是亲民党的，我说有可能啦。罗淑蕾是什么党的？他自己要出来讲清楚啊。各位，他什么票都要了，可是我觉得这样候选最危险，对不对？对。最危险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不要被骗了，哦。不是上三立的节目就是绿的，不是在那边批评马英九，他就不支持马英九。他在三立批评说，李姓安应该放弃国籍出来道歉，应该好好追加处罚。可是他在立法院投票是反对的。各位，他美牛也在批评投票，在立法院投票是什么？也是投蓝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候选是很可怕的。哦，很多人就说没有啦，他比较偏绿啊，没有。各位，他是什么颜色的？你们也讲不出来嘛，他是什么颜色的？各位，简玉燕是什么颜色的？绿色。简玉燕是什么颜色的？绿色。你会怀疑吗？不会。可是罗淑蕾很神秘啊，然后看板又一堆啊，非常有钱啊，所以我觉得简玉燕这个选举非常重要。各位，这个水叫什么水啊？忠诚水啊？什么叫忠诚水啊？是陈乱水。不是只要忠于老婆而已啊，还要忠于谁？忠于你的政党啊，忠于台湾，对不对？忠于台湾，对不对？所以罗淑蕾要出来讲清楚啊，他是什么颜色的，不能这样靠骗票啊。所以各位，最后我恳请你支持简玉燕，简玉燕是绿色，对不对？简玉燕是爱台湾的，对不对？简玉燕，动算。简玉燕，动算。俞美美，动算。俞美美，动算。吴国栋，动算。没有啦，吴国栋没有动算啦。吴国栋是什么？我爱你啊！吴国栋，我爱你。吴国栋，我爱你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谢谢，有你。